成功进入到今天面试的第二环节，名字叫做天生您有才啊，是我有才啊。给大家来一段那个在这个网络上也可以听到，早几年呢哈，这个有一个叫个大橘岗，这个橘岗都知道呢，门的一个是个炉匠，要个烂锅烂盆来的给把上来，那个这个叫橘岗这一段哈。来，音乐，谢谢，谢谢音乐老师。大刀来了，我张八岗，我家住南边大张庄，从小啥活都不会干呢，我就会把盆还得把岗。今天我不到别处去，把岗要上王大庄。为什么单上那庄去？王大庄有个王大娘哎，都说王大娘长得好啊，正好我也没得闲，尖条小条正有劲儿哦。前边到了王大庄了，进了庄村高声的喊，一见两相来八岗，哎嘿要好哎还要，谢谢谢谢。我跟你这样说，那个大哥，你刚才所有的话我全听得懂，因为是我的乡音，但是你有个很大的问题，没有与时俱进。就这个东西在乡间地头表演可以，但是你把它放在网上没有人爱听，就您太老了，您太旧了，您太过时了，您还要生活在过去那个时空环境里。